被教育就往前走，我一直在你身后，自信点不要低头，所以我陪你就够。不管哪个距离，我们就很默契。Keep your eyes on me， 你就是我的 solology。现在我已经知道了，你直接给我吧。嗨，反正我已经知道了。我刚数了的，人性啊！我觉得肯定有这个问题。人性啊！我还赌了两把机器，两个机器，一个。谁来这里让我们服气这两个？哎，关系吗？谁说不在乎的？人性的扭曲呀！谁说不在乎的？不好不在乎的，不是有什么好羡慕的呀？走路路的少吗？感受人生多惬意，感受生活。我们的体验生活，观察生活，这对表演的作才是非常重要的。就是你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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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13个人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来啦啦！你们买的板栗我等下吃哦。有红薯，帮我买个红薯啊！没有。我好厉害啊！我就知道肯定会有这种。下坡了，下下坡了。红薯两个机器，一个灯。哇！那不就是正宗的勇士吗？我第一次也是下这种雨，还有三轮车，还是这种。我也是敞篷，敞篷三轮车。哎，上哎，我觉得是哦，是梦游记是吗？在这儿也是，上次也是坐三轮车。看那边，看那边。哇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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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跟哎有？是那个滑翔机那个羽泉梦游是来了。我这个是真的，配羽就会有。我觉得我有点。哇，你这得从上考哎。没有上的好日子。他们如果要是等下开车过来的话，我炸了，我炸了，我也炸了，我心态炸了，我直接心态爆炸，直接真炸了。我觉得他不是，他们肯定要坐车过来。我真觉得他们这么远，影响拍摄的速度了都。我感觉是说那个白车，他们肯定买了那个吃的，对，在车上吃好喝，然后再过了，慢慢又过了，然后告诉我们，哎呀，我们是走过来的呀。明明叫什么幸福要不要？这福气你要不要？这福气你要不要？他应该是，这心态你要不要？这心态你要不要？我不要。哎呀，这福气嘛，你说好也好得很啊，我可以骑马过来吗？有马吗？我想骑马给你。什么呀？我不要。那要不然我们吃一个内蒙古哥，内蒙来个蛋，涮仔去一个什么来着？三个愿望一次满足。好香啊！好久没吃板栗了。谁知道呢？那谁来吃？啊，这好帅！谁想做吃的？好惬意。你们看他们坐那个车，他们坐车肯定能行啊，而且不能欣赏年轻的美女。哎，我们可以找别人搭车吗？谁想坐车？我可以钻到车里，这样抓住搭车。实话说啊，哇，好烫！这地方还真不错。哎呀，完了。我知道是拿来爆爆米花的，拉那个耕地的，给
给五马喂食的，组成便便。水泥，水泥。哇！气死了！想喝凝土的。继续继续。我正在想到底是干嘛的。想起来了，没想。再说，再说，再说。通网了，雷雨吗？我在说什么？电线杆倒了，暴雨，台风，是太阳能吗？新修的发电机。来了，啊，哎，对，来了来了。拜拜，拜拜，用啥？呀。电线杆上有一个事，电闸起鸡蛋，飞林，抢先了，抢先了，飞林，你不捡蛋吗？捡了，不捡了，三十五千伏长防线，啊？好事儿，好事儿，这里通电了，断电了，有灯。这里暗灯了，太阳能啊，在找狗，寻人启事，有路灯，LED 太阳能智能灯，过年了啊，结婚了，呀哈，啊，好烦啊。我不在乎，你有一千，我有五百，啊？你有多少钱啊？我你又有多少钱啊，马哥？一块，我零块。你们两个应该。你有两块啊？应该你了呀，还没给我。对我们两个好一些。还没给我的。这个不知道。你不可能走啊！我原来没来，我先别，等一下，我们开着开着，马上车就过来了。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呢？对不，他们得补一段走路的镜头。我也觉得，不然怎么交代啊？好，他们在这儿停下来，走进去。上路，实在不行，可以啊，中间放砖块，到了，到了，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里了，这个、走吧。我上不下街，左手右攻，一人哦，这么干。哇，接口，要为南京，快扫线看吧。有游泳的地方吗？救救我呀！救救我呀！我为什么不用再来？救救你自己一个人。哎呀，这个男的真是，对不对？是我坐车怎么了呀？哎呀，这是你的了，这是我的了。反正还有一会儿是吧？到时候再晃一晃。李耀文，可以。哎呀，我可以换一张吗？哎呀，还有可以抽卡的机会吗？啥呀？没有问题了吗？再问个问题啊！哎，我看到了，前面有个粉红色的房子。你这一辈子有没有为别人拼过命？最渺小的我
一无所获。他们的车停在哪儿了呀？金提，金提。我说了，金皮。我去看了。金皮吗？金迪，金皮。金色的猪皮，知道这个牌子？金色传说。我累了。哇，金色。是什么城堡吗？哇，天啊！哇，这么帅吗？这里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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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做个交易好不好？我想拿这张，我想拿这张，要我是换你那张。哎呀，来了 ，stop， 只能站了，不能站，在这排好，我们得先炫耀一番。不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有这种规定吗？你们怎么才到呀？就这呀，不是吗？说得很对，拿几张在这个房间？八张，吓到了吧？忘了，三张，零张，找到还是张哥给我。我对不起张哥，是五张金哥的。张哥没有，就单人间。我差两张，我就可以对应什么？我想宣给你。你不要，我不要。你一张，哎，我还不如不要。我真的不想要，我是真的不想要。我要等逆行去吧。他等逆行，那你变形不了了，张哥。五张，你找到五张，找到五张。所以我要跟张哥一个屋，不能让张哥单间。哦，对对对，没有，我先当我经理。不要搞我。靠着几张？六张。六十六张。我看你的牌。我的牌。
台面就张真源最多。你是谁？你说。我一个丁程鑫都没有。你要想起有丁程鑫，我全是我自己。我跟贺然，两个张真源都没有。我给你们无懈可击了。你不能叫无懈可击。这三个你都跟林子有内鬼。林子叫一。张哥啥？我一个想法都没有。张哥为什么一个都没有？要不要给你一张？我不要。我先给你备考心态。我先给你。选我吧。你就三张牌。我三张牌。换一个人。你有谁的？我会只有你。我要梁文的。你我有一个。来，我真有一个。我有梁文的，你不要。交易场。我们俩坐一起，这不是三张吗？太好了，谢谢。我们俩坐一起，我跟少轩坐一起。终于三张了。我们并非单向匹马，世界那么大，风尘仆仆，我会忘。